知道妈妈得的什么病吗？孩子病。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呢？出血。大教练，你马子了，给你马了一把子了，然后你这病了。俺俩也不一味。没有这个灵魂死不了，穷人命大。小孩怪可怜，你说咋了？他奶奶还哄着，把这给弄把小孩瞧了，有个人样的，我想弄点多可怜那小孩。他爸跟他妈死都死了，这一个小孩叫传染的有吗？不知道他咋弄的，他多可怜。他啥病你知道吗？他啥病不？就那抽血说叫个啥病也是，我也讲不好那病。哎，他身上长个疙瘩，你还瘦。你今年几岁了？九岁。嗯。你到那个谁家去玩过吗？哥你到他们家去玩过吗？没有。没有。咋不去玩？那得得病了。啊，不知道呀，不知道他们说呀。他们说嫌疑他。暖暖到死的时候都没人敢挨他，都是他自己老头，他自己老头给他跟地上拉的。我现在就是这样说，救了他一时，不能救他一世。如果说他能通过各种治疗，能长大成人，那不救他一世了吗？对吧？但是这种启示，在我们在这种启示环境下生活，这可想而知，没办法。住在那边，他住在这边。如果太接近，正常生活就没法。打个比方说，我的孩子和他玩，人家看见了，人家不叫和我孩子玩，时间一长不也变得就，那没法说。他奶奶是正常的，家里发生一年发生的，他就是现在就这样了。他能听得懂，但是他就是不讲话，要早晚也有时候也讲一句。他现在就说孤儿院吧，孤儿院不能接受。他如果正常的话，我肯定义不容辞。我现在我有家庭，我也有家庭，我没办法。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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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俺老娘呢，俺八十多了，那说我是老大的，考虑他三个孩子，俺都提前给他瞧病啊，他挂了羊嘞，羊劫还没用完，要是去世了。